在东南亚老挝摩丁经济特区生活的第366天，现在是老挝时间5点，室外气温26度。他娘的，我才刚睡醒，昨天晚上又是操劳过度的一晚，因为咱们的超级 VIP 180，他一下点了3个。因为昨天是周年庆，我们在房间里面喝酒吃烧烤，完了之后，他让我带了其中一个走，带走的那个嘛。不是很配合，啥？带他一进房间，去卫生间上了个厕所，倒头就睡了。我想着联系那个老板退钱，我跟老板说你把他拉回去，退一半钱给我。结果嘛，老板也没同意。后面嘛，4点多的时候他醒了，然后也没有什么服务，简简单单的谈了一次爱情。在后面嘛，我又休息了1个多小时，不对，后面嘛刚谈完一次爱情，就来了一句，说我可以走了吗？瞬间性质都被破坏了，但我拒绝了。然后我稍微的休息了1个多小时，又谈了一次爱情，就放他走了。临走前，我问他了一句，我问他，你知道为什么老挝妹通宵只要300吗？我问他。他没有回答，我的意思很明显，我就是告诉他，就你这样的服务，等于是老挝妹，对不起那个800通宵的价格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去刷个牙、洗个脸，然后换一身衣服，带上后面疯狂在叫的狗狗出门了。我说这个主要是想给大家避坑，也就是说，这么说，比方说你来到了摩丁，你舍不得那300块钱的 VIP 卡。你被这个越南妹坑一次，都损失800了。所以说 VIP 值不值得办，你们自己考虑。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啥群友相互那个分享经验，大家一起玩，一起组团逛街，组团去酒吧。好了，真不说了。现在我换好衣服准备出门了。刚刚咱们的VIP 175号，他一直那个什么担心劝返之类的，结果嘛进来2个问题问完，轻轻松松就进来了，真的是自己吓自己。只要是正经人进来都好进来的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我去打出门了，带上狗狗去口岸那边等一下他，因为他已经到口岸那里了。现在我来到了楼下，接下来带上这只疯狂的狗狗出门了，兄弟们。经过了3-5分钟时间，我就来到了口岸这边了。接下来在自己的摊位这边等他一等，他在我摊位这边换了个老挝币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又带他到里面去找个地方入住一下。带我带他到星空度假酒店这边来了，现在在帮你入住。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星空度假酒店178一房一厅的房间。它长什么样，给你们感受一下。外面这个是那个长廊的阳台，这里面是那个房间，这个也是互通的，你们感受一下。现在我们两个人到了这个皇宫小吃这边，点了2份土豆牛腩饭，还有2瓶东鹏特饮。我们的土豆牛腩饭上来了，接下来开吃了，兄弟们。是老挝时间7点，我们5、6、7、8个人，接下来先前往铁皮房把那个王子头拿下。我们一大队人逛到了这个铁皮房这边来了，接下来直奔那个王子头那个店把它拿下。那我们一队人在这个铁皮房的内部深处这边停留。今天晚上王子头没点到，阿大也没点成，两个部队成功会师，人是越来越多了，咱们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。我在这边把王子头晚上被人点走了，也气死了。接下来我们前往铁皮房的最上面一条巷子，去那个苗族店那边看一看。收到万利会的传单，之前我们去那个小包两打酒什么各种套餐498，现在小包只要198，就算是同样的两打酒加各种小吃也才358，省了140。我们一堆人逛到了上坡这边来了，我们一堆人逛到了拉邦极品店这边来了。这里怎么说呢，还是那么多的美腿。我跟今晚的一位养生的老哥在经营屋这边点了2杯奶茶。现在我回到了家里，把狗狗放到阳台外面了，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休息。我放外面，它在外面拼了命的拆家，箱子都被它扒烂好几个了。
现在是老挝时间9:55，接下来我要前往星空度假酒店的大厅，跟大家集合一下，准备前往酒吧了。现在我们几个人到了摩丁一号这边了，接下来进去喝两杯。那我们到达酒吧这边了，全是妹子，兄弟们，有点阴盛阳衰啊，怎么办？就现在这种情况，一个要求就卡座根本装不下，还好边上还有一个168的卡座，也是我们的。本来还想着只要199的，这种情况168也必须得要了。今天晚上是纯老挝局，这卡座上全是老挝妹。我们来的还算比较早，目前长沙的人不是太多。我们点的两个卡座套餐已经上来了，这是另外一个卡座的套餐。接下来我去把包一存开喝了，兄弟们。现在我们喝的差不多出来了，现在我们几个人跑到了这个湘潭馆这边来，点了份烤鱼，还有一点烧烤。现在我们一队人跑到了夜市这边来，吃了一些点了一些烧烤。好，接下来开吃了，兄弟们。今天因为咱们的 VIP 331桃花，他那个准备后天早上就回去了，然后我们在夜宵摊那边湘菜馆那里吃了挺久的。一直到老挝3点，我们才各自回家，这两天又要离别了。不过还好，331他还能够每隔一段时间过来玩一下，还能再相逢。今天晚上是纯老挝局，只有一个是越南，可以说是纯老挝局了。完了之后嘛，因为他酒吧的前半场是国内的 DJ， 后半场才是老挝的 DJ。 对于他们那些老挝妹来说，或者老挝人，他们要放那种老挝 DJ 他们才能嗨得起来，我们的这种 DJ 他找不到那种节奏，前半场还比较冷，气氛起不来，后半场嘛还行，反正各有各的跳，各有各的蹦，玩的还可以。其实中途咱们的 VIP 331桃花他安排了一首是死亡老毕去抓馒头，还有用嘴去交换冰块。今天晚上抓了不少个馒头，也交换了好几次冰块，但是有的老挝妹不太会，被他咬了一下，好痛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兄弟们。